难道真的没有人喜欢奥特曼了吗？哎，神罗，大白天了，你在这干嘛呢？你都怪我的伙伴们都失去光石化了。赛罗，你别太难过了，他们已经石化了，不可能苏醒了。来吧，我把我的玩具啊，都给你吧。啊，都给我呀，鱼头，那我就收下了哟。鱼头怪，你要答应我，好好的照顾我的好伙伴们，知道了吗？哎呀，你废话真多，我知道了。迪迦、贝利亚，我再见了，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。哈哈哈，赛罗，你终于上当了吧？我才不会拯救他们呢，我现在就将他们打包，统统带回怪兽牧场。哈哈哈哈，反正已经没有人相信光了，也不会有人愿意帮助他们，他们就永远被石化，再也醒不过来了。哈哈哈哈，没想到这些奥特曼都会栽在我鱼德怪手上。走喽，我要将他们带回怪兽牧场，一个没有人的地方。哈哈哈哈。